所以我想问你，你的路程是真的很苦，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，也没有看过后面的 you know 那种准备的那种过程。对。他们只是看你穿 you know 大生活组的造型啊，有些是开脸的啊，有些是没有开脸的啊，他们只是看哦你们跳来跳去什么，可是对系统的路程是真的很苦很苦的，你们对有很多东西都不能讲不能说，可是收在心里，痛也是在心里，对吗？对对对对，任何痛心酸都要憋在心里面，往肚子里面吞，里面吞啊，往里面吞啊，所以这个已经让我哭了好多遍了。所以因为哭了好多遍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看嘛，外面他们对不知道真实里面当地的那种辛酸，对你们的辛酸，对，所以 maybe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个一个那种，如果可以跟我们讲一个痛苦而最难的那种的经验吧。最难最痛苦的就是你尽量就是你帮了人，不是说一定要得到好处，反而你会受伤得到伤痕累累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帮人的时候，反而我自己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，这个是让我最难忘的。我去到马来西亚 KL 的时候帮了一位小孩子，好的，在半路回来的时候就让我这辆车直接翻了，从头滑到尾，直接翻车。H 人不是 H 人，是那辆车 automatic stop。那时候还是在清明节，又下着雨，说车速是以140 km 在走。但那力忽然间停止的时候，那个车就打滑，从头滑到尾，滑到你自己只有在求说，佛祖你尽量保佑我，我赶紧保佑我，让我们可以平安了。Because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死，帮人反而要这样有这样的状况。说等真正的车翻的时候，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就是看到你满身都是血，你会很埋怨为什么帮了人可以得到这样痛苦。满身血，没有人可以帮忙你。每个马来人站住了的时候，就是看你你走了没有？只有自己把车门撬出来。就是这件事情开始，我就是对特别的有时候觉得很失望啊！为什么当乩童？为什么帮人？自己要承受的是这么大的那种痛苦，嘴巴也缝了10多针，还让担心。所以我就是很逼近乩童这条路，我真的，一讲到乩童，我就会想到说，哎呀，我真的跟乩童这条路真的不好走。你要做真的，不是说你做好或做不好，你都会得到好报，或者是你会大富大贵，不是？这里真的，我也可以讲说感恩啦，因为这次意外也可以感觉到无形这种力量真的在帮助我。 Because 在还没有发生车祸之前，观音在我的耳朵边讲，你要坐后面。3 L 就给我交代这个。 Because 前面是不是我坐的，之前去的时候是我坐，过后变成我坐后面。连前面的人就问我，为什么你不要坐？我就静静的不可以讲，我就坐在后面。不到半个钟头就翻了我。所以我永远记得当乩童，真的要扛了，真的那种心酸，那种肉体，尤其是身体上的痛，没有人可以了解。对，因为人家以为很华丽啊，还是很好练啊，你可以坐在那个轮椅啊，单单外表啊，因为。不要这样认为，我当乩童你只是要表演这样而已。对，不是表演，因为我是觉得人家以为当乩童是好像 circus 啊，好像一个小丑啊，可是不是。你们坐在那个龙椅啊，是很扛很大的包袱来做那个龙椅。对不起、哦，我的华语真的不好。对。嗯，我的华文真的不好，可是我尽量啊。所以我也会比较 serious 一点。你说真的不可以开玩笑，也不可以拿英语来玩，有或者是没有。所以其实从这条路走来，真的是可以讲说欲哭无泪了，那种心酸，那种痛，只有自己了解了。嗯。因为不同的自己同的路都是不同的，有些人 you know 可能做了4-5年就可以退休了，可是你做了那么久，看了很多事情，看了很多故事啊，很多泪水和心酸，所以真的是怎么讲，不容易啊。啊，对的啊，怎么讲啊，那个 responsibility 是很大，